到夏天是各部落举行祭典的时刻，不过炎炎夏日除了要顶着艳阳威武，更要承受传统服饰的厚重闷热，一天下来许多人的脸上都呈现妆容土石流的状态。眉毛就是重点精神的来源啊，化妆的时候会流汗嘛，汗后你看这边都是汗，那个汗后就是用蜜粉大定特定，定完之后土石流之后就不管了。为了要保持完美妆容，唱跳歌手吴炯恩也分享他维持妆容的秘诀。喷的时候呢，就是每一个肌肤都要喷到 T 字部位，不然就是这里，这是最常需要的地方，让它能够跟我们的油脂融合。再来，我们就可以用地砖喷雾，摇一下，然后精心打扮，人敌不过艳阳攻击。对此，青年表示，妆前保养就格外重要。参加毅力性一定会担心自己的脸妆会有土石流的部分，那么妆前保养就一定要做好，或者是呢，也可以在上妆前敷一款急救型的面膜，让自己的皮肤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李沁也表示，无论妆容再好，最重要的还是平时的保养工作不能少，尤其脸部清洁保湿才是维持妆容的重要关键。《民视新闻》卡扎马尤迪夫乱台北市基隆市采访报道。